经过在赫尔辛基的短暂停留，我们要出发去芬兰的另一个城市，那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，我们到达了罗瓦涅米，也是圣诞老人的家乡。这里到处白雪皑皑，像童话世界一样。南方的孩子也看到那么大的雪可兴奋了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玩起来。走啊，前面那些柱子就要到北极圈啦。罗瓦涅米地处芬兰的北部，跨过这条线就进入北极圈了。我们跨越北极圈。这个是圣诞老人的邮局，大家找一下有没有自己所住的城市。来罗瓦涅米必做的事就是来这里寄一张明信片。这家是专门吃烤三文鱼的餐厅经常排队，但美食可不能错过了。用柴火烤的三文鱼看着就很有食欲。这个餐厅只提供一种套餐，烤三文鱼加面包，真的是非常美味。吃饱喝足，我们要去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，就是哈士奇农场。这些狗狗都不怕冷，看着很友善。来这的农场一定要体验一下哈士奇拉屎桥，爸爸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驾驶了。看看我们一家乘坐在一辆雪橇车上，狗子们都非常兴奋，跑得很快，真是太好玩了。但也是真的很冷，那就烤火鸡暖吧。农场还有很多狗宝宝，太萌了，忍不住要摸摸它，好可爱。哦对了，这里还有世界最美的麦当劳，推荐大家可以来尝尝最美的麦当劳打卡耶。天气虽然很冷，但食物很热乎哦。下期的内容就是我们来这里最重要的行程了，请继续关注小七灵大世界欧洲篇。